自制手账梨形本。邓小邓小，你的双面胶借我用一下。你要双面胶干什么呀？它可以用来做手账梨形本哦。首先把 A4 纸裁成长方形的书页，接着呢，我们就要用到双面胶了，把它像这样贴上去，然后把多余的部分剪掉。翻过来，同样呢，也要贴上双面胶。那这样的书页呢，我们可以多准备一些。现在给它打一些孔，后面等等装订，再准备两张硬卡纸当封面，同样也要打上孔。下面我们需要准备一些回形针，把它像这样掰直，然后找一支笔在上面缠绕几圈，就变成了这样的活页线圈，再穿进孔里面固定。那最后呢，就是设计封面的部分了，可以找一些可爱的小卡片或者贴纸，随意的装饰一下。梨形本就完成啦，翻页非常的流畅，来试试看效果怎么样吧，不会割坏纸张，字帖都非常的顺滑，来看一下成品吧。